领导下，做啥业绩？我尼啊惊人，我尼啊厉害。这，我要给大家看的事实。经过我调查结果，这爆料不是真的。你行为你输掉，串逃掏空，啥？不够理智。今仔日是英雄集团。中部大楼的启用征彩典礼，邀请到英雄集团的总裁罗高雄先生来为咱主持征彩。电彩官跟电彩拢骗钱的。我了解，你涉嫌违法超载，扣无效文书，提高整体集中，要做调查。我是孕妇，你刚才可以进，我未记得用针的啊，急救啊。